下北 FM 是自从2004年开始，每周四在东京的下北泽向全世界进行公开现场直播的直播型文艺自媒体节目《老字号》。节目邀请在日本娱乐圈、影视圈即将走红的小偶像、配音演员、演员、模特等嘉宾，和妙语连珠的偶像大宅胜评论家 DJ Tomoaki 一起挑战各种企划，为广大网友们提供充满娱乐性的直播自媒体节目。